圣诞节，小朋友期待收到礼物。诺尔堡幼儿园山间孩童做伙做感恩小会活动，一方面伫咧厝内做厝内代志，得到家长的奖励金，转数投入关键和家居家扶中心来支持弱势家庭。一颗会当做啥物？诺尔堡的小朋友要用这小小的一颗来做大善事。你怎么帮爸爸妈妈做事？啊，打扫。在家里打扫花了多少钱？5块钱。圣诞节小朋友期待收到礼物，诺尔堡幼儿园山甲孩童做伙做感恩小学活动，一方面伫咧厝做厝内工课，得到家长的奖励金。专属投入关键家居家扶中心支持弱势家庭，期待圣诞老公公要带来礼物的时间。可是呢，我们在诺宝教导这些孩子，我们不要礼物，我们反而要把它捐出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孩子呢回家做家事。那做家事以后呢，爸爸妈妈会给他们1块钱的零用钱，他们就会把这1块钱累积起来，然后拿到学校呢，投到我们的猪宝宝里面。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些钱的话呢，可以帮助很多的人，有的人没有衣服穿，有的人没有东西吃，他们呢都已经很富足了，不需要玩具，也不需要礼物，他们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爱心行为哈，爱心的哈，我觉得让孩子能够学习从家事的养成，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哈，也帮助哈其他的小朋友，尤其是像家扶的小朋友哈，我觉得这样子是让人很感动，而且也很不简单的。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哈，一个行为态度都需要去倡导，也让孩子学习感恩跟感谢，知福惜福。我觉得说，对我们家扶的小孩子来讲，更应该哈，也要有一些哈，应该是说更大的进步跟成长。做出来工课奖励金关家户持续两年，第二档啊，在家长看来，小朋友的品德教育上有爱的展现，借由自身的努力来得到，更感觉扎实。最新新闻，蔡美彤，家己市采访报道。